潘周丹，哎呦我去！潘周丹，29岁。 有一天，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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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那个，你上医院看过没有？你指定是有点毛病。 给我点纸。你生气了吧？那你干什么了？
你得管管百姓，管管你得管百姓。终于哥看见你了，把东西拿来。你干嘛？我带你把水壶拿开！这张纸娃娃都藏了好久。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我是万万不敢相信的。你那个，你上医院看过没？你指定是有点毛病。你说你那个，你上医院看过没？你指定是有点毛病。有病啊！妈妈，我来看看小度，小度来。憋住了啊！你给我憋牢了。来，深呼吸，吸气，吸气，呼气。哎呦！我看看小度，小度。我哪有小度啊？稍微注意点啊！不好，再见！哎呦我的妈！好，我来帮你。我顶炸！你别傻了，懵了吧？脑瓜子是不是嗡嗡的？